你们定制做肉食的这么多，你怎么敢称第一肉食啊？咱说的味道跟别人不一样吧？咱这是第一，对，自封的第一啊。<笑>这顾客认不认可咱？顾客肯定是认可呀。咱们最忙的时候一天要用多少头猪啊？净肉2000来斤，那得十几头猪。嗯，12-13头吧。这一天最多的是不是也就是卖个10-20000块钱？ 你这个焖子为什么不能提前把它做好，然后再来卖呢？要天天起这么早？提前做好了，这不新鲜，吃着跟剩货没什么区别呀。大哥，他们家是不是咱们定着第一好吃的焖子？对对对，就是比别人都要贵点，但是好吃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哥，现在是凌晨的4点啊，定州啊下着大雨啊，看一下，这是清洁工大姐啊，4点钟已经扫完了一条街道了。 放放气儿，要不然就崩了。卖完就行了，挣钱儿，钱儿有够，钱儿连活也挣不完，身体还是第一位吧。你在干这个焖子之前是干啥的？刚装修的，装修挣钱，你干他们公家的活儿要不回来账，这个你挣多挣少没赶着没钱着的。往旁边超市，从过来了之后，他这个火车厂就买不了。<笑> 今天是个幸福的日子啊！吃到了第一口年味大肠啊，果然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早起的人儿有肉吃啊！哇，看一看，看一看，哎呀，哇，看啊！